卷卷，妈妈考考你，地的香肠哪个是一根儿？啊，哪个是两根儿？哎，好棒，哪个是三根儿？啊，一根儿给谁？哦，一根儿给元宝，两根儿给谁？给你，三根儿给谁？啊，给妈妈呀！啊，那温暖呢？妈妈不吃，都给你俩吃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嗯。我们吃的是贝多宠的鸭肉火腿肠，打开就闻到一股浓浓的肉香味儿，可以当零食奖励，也可以拌在狗粮里吃。含肉量高，软软糯糯，麻孩子爱吃。一包900克啊，60根左右，清热解馋，缓解泪痕。夏天容易上火，可以多吃点鸭肉哦。